等一下，这是我妈给你的便当。那帮我跟阿姨说谢谢。哎，一起吃吧。 好好吃哦，应该是啊。我觉得这两个老人家怪怪的，没事对我们这么好，还用便当给我们吃。嗯，你应该也觉得他们怪怪的吧？我在想，他们两个一定是想要凑合我们两个在一起才对。嗯，应该是这样。 拜托，这怎么可能？你说对不对？我开玩笑的。对啊，我们两个就像牛排跟小笼包一样，怎么样也搭不上线的嘛。哪有？小笼包可以包牛肉。你别开玩笑了，好不好？ 我们两个就像绝缘体一样，不可能通电的。况且，我的人生也不是别人可以随便闯进来的，尤其是你。如果我对牛感觉呢？少了你的手，被冻成头，我还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太平洋的潮水。 怎么可能啊？我们现在应该要想办法让彼此妈不要乱搞才对啊！你这边想办法，我这边也要。世界再大，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，想念不会疼完，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留。 干嘛跟小偷一样？只有你一个人啊。阿凯嘞？上课啊。哦。要不要帮忙啊？我自己来比较快。 哎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哦。你觉得男女朋友在一起久了，感情是不是会变淡啊？这个要看个人吧。每个人谈恋爱的保存期限都不一样啊。保存期限？嗯。什么意思啊？就跟便当一样，要吃就要快，不吃就会坏。这个道理你懂吗？ 不可爱，没有花哎，好像买那种链表，你看好多皮。对。
们约定幸福的决心。小凡，小凡，张元吧。啊。幸福的决心。要干嘛？没有啊。没有。走吧。找我什么事？说。你是不是喜欢上小峰？还是为了要执行爱情合约？算了。如果你真的喜欢他的话，就要好好把握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你跟阿姨在计划什么，可是我跟阿 Ken 是不可能的。哎呀，你讲什么？我跟梅里阿姨有什么计划？是她早上打电话给我说她想做书写，所以叫阿 Ken 送去给你啊。是吗？当然是真的啦。没有骗我？我干嘛骗你啊？星期六下午有没有空啊？我要赶报告哎。要赶一天哦。大概吧。有事吗？如果下午有空的话，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？看电影可以啊。哎，可以顺便找大家一起去吗？好吧。我再给你讲一个笑话，就是有三个人啊，然后去商店买东西，然后老板就问第一个客人说：“客人你要什么？”然后第一个客人就说：“老板，我要一包宝咖咖。”就要问第二个客人啊，然后客人他又问第二个客人说：“你要什么？”然后就说：“他要。”
想到吧？我还想说你有没有来接我，你真的来了。看，我刚刚买的，可不可爱？原子小姐刚给她女朋友，哎，我们也一个。啊。还有，我刚刚那边看到很可爱衣服哦，很适合你，我们一起去买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嗯。不用了啦。确定。那我们去谈恋爱咯。好啊。拜拜。拜拜。拜。来这边干嘛？走开啦！人家今天生日啊，干嘛那么凶？回来了。嗯，生日快乐！哎，哇，好可爱哦，而且还是粉红色的，你看你为我挑喽，小白，我真的很赞好了。小白，不好意思啊，小白，你没开心啊？我还有事。哎，木桶，你不要误会了，今天是。小小的生日，对啊，我今天生日哎，你看，是小白送的生日礼物，很可爱啊。哇哦，漂亮的。小小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不知道是你的生日，所以我没有准备礼物。这样子好了，不要说废话了，吃蛋糕了。好。小白，还挺有心的嘛，都会送小小礼物。去年我生日，怎么一份礼物都没收到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哈，原来小小这么重要。吃蛋糕了你。请你们吃宵夜，收好了就过来。耶！吃完，多利斯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来啦！快点啦！吃饭，要吃宵夜了哈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高兴，对不对？好高兴，好高兴哦！你在高兴什么？你要看多利斯心情这么差，你还那么幸灾乐祸，你眼睛是白的、啊、你。你肚子不饿吗？有一点。你不想跟多里斯吃饭吗？哎，想啊想啊，废话那么多干嘛、啊？走啦！走走走，跟多里斯吃饭。走了走了，可是他心情不好啊。没关系啦，先
先吃完再说啦。哦，开心的。哎，为什么我们不在店里吃就好了？我跟你说啊，每天吃你的这我已经腻了。好啊，你都不要吃啊。喝啊，我也可会做啊。那就不要吃啊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啦，我只想让大家轻松一点啊，换个地方吃比较有气氛呢、啊。阿 Ken， 你怎么不吃一点？有啊，我在吃哦。这种气氛让我想起小时候的日本，我突然想家了。思念是一条线，时间是只是过程而已，我们是只会让它越来越粗的。所以我现在终于了解什么叫初景伤情。所以阿 Ken， 我了解姐姐对你父亲的感觉。阿 Ken， 你也所以不要怪他了。我也体会到多丽斯在店里的心情。多丽斯，敬他们干杯！没有汤，没有。汤姆啊，那个没有，不要乱讲话，吃饭。我说的意思说，希望大家忘记不快乐的事情而已啊。你看呢，你现在搞成这样，更不快乐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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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先回去好不好？对。你这样我没有心情工作，连剧本都看不下去了啦。真的，你先回去好不好？啊，求你了。帅哥们。该你。哦。衣服对哦。对啊。四个二十七哦。好。乖吧，我知道你是为了照顾我。这样我也心疼啊，先回家休息，好吧？我进去哦。下面剧本啊，陈小姐，等一下，我可以跟你聊一聊吗？你真的很漂亮，难怪 Simon 会找上你。我已经离开他了。你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是说，其实你正好是山妹喜欢的类型。有样东西，也许你有兴趣看一看。这就是这五年来山妹的成绩，我请真心社跟拍的。这是他上一任女朋友，还有上上任。这个是他在三年前认识的工作伙伴。啊，
这位是他上次出国拍片的时候认识的，比方比他小10岁吧。当然，里面也有你跟他的照片。我替自己的丈夫收集了这样的相簿。你也知道，我是个蛮失败的妻子吧？不怪你们，你们年轻、无知，可以带给 Simon 快乐，这是我无法给他的。Simon 也许对你承诺过什么，不过我相信他对这相簿里所有女人都做过同样的承诺，而且相信我，你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。